这是那个我那个西丽，这间是第二间的分店，第二间的分店哦，第二间分店。哎，这条是整条是后香地整条的，都是美食街。一走进来，那个味道就很香。谢谢谢谢。那我们的店你也来过来参观一下。好。猪脚面啊，你说沙茶面还有猪脚面，沙茶面对。啊，沙茶面，你来这边就是沙茶面来看我们沙茶面是对的，因为沙茶面是厦门的品牌。对对对对对。不过看起来猪脚面也很好吃的样子，很厉害，你看你很得意哦。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们厦门的市民对我们还有外面的人也很喜欢我们。我觉得看起来就很好吃。像我们原来沙茶面掺的料最原始才三种，现在我们增加了四五十种。好。为什么是黄黄的？因为这里面是先汤头先熬出来了，有花生酱，还有辣椒了，狗一狗汤哦，出来了，非常香。这个汤头一定要看到它的那个浓度。中国人的调味哈，正好是。哎，您这个沙茶味现在不是单单厦门的，现在也是有很多地方，像这种应该是都是游客的。对。原来我们这家店是卖的本厦门比较多，因为外地人一看，哇，这个好吃，一定就要来啊。也是谢谢你们到了，多谢多谢多谢，我要赶快来吃这碗面。你看，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空理老板娘了。我不能打扰了。谢谢谢谢老板娘，谢谢多谢。这个面就要热热的吃。这个是猪腰，非常干净，处理的非常干净。然后这个就是油面，台湾人的这种是闽南的面，就是这种油面。然后这个油面，它很擅长吸附汤汁，吸附这种浓郁的沙茶汤汁。然后猪肝也是都处理的非常好，而且我跟你讲，你看料好多哦，41块。好，老板娘是从漳州到厦门来打拼的，勤奋聪明，吃那一碗面，你吃到的是满满的对生活的、对家乡的爱。下一次你到厦门来吃一碗沙茶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感觉这个老板娘就像在台湾的千千万万的老板娘一样，是如此的亲切。